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神给我们永远的事，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永远完全，永义，第二部分。但以理书第九章提到，主来到是引进永义，神称我们为义是直到永远，我们已经得到永生，不会灭亡，连身体有一日都会改变，经历主完全的拯救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亦都提到，主已经来到，他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，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我们要认识和享受主钉十字架的果效，每日好好去亲近他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，那里讲到啦，主要引进永义，他赎尽晒我们的罪啦，他引进永义啊！我太宝贵，永远的义，我称义，我成为义人啦，是永远啊！佢带翻永义，同埋咧，圣经讲到耶和华咧，我哋嘅义，主有咁嘅名字，佢系耶和华，但系佢咧成咗我哋嘅义。神使佢成为我嘅公义，即系我义啦。佢使我成为我哋嘅智慧啦、公义、圣洁同救赎，一切喺佢里边，我得到。佢成我嘅智慧，佢使我俾个智慧能够明白佢嘅话，同埋认识好多嘢。所以你充满咗好多啦，上主之后，佢成为我公义好宝贵。一圣洁，呢种圣洁咧，你系要依靠佢啦。亦都有救赎，救赎就佢又翻嚟啦，连我身体都救埋，当佢荣耀嘅形状相似，好荣耀嘅救赎啊！那个身体劲过亚当未犯罪前嗰、那个，因为主父之后嘅身体。如果唔系咧，你点啊？光速好劲啦，但系光速眨下头啦，比起我荣耀嘅身体。如果主复活之后升天，光速嘅时候，而家去边度啊？整个宇宙都未够，好大个宇宙，光速有排都未从宇宙边缘去边缘啊！但系超过去到翻去，远远超过晒个宇宙边缘到边缘啦。将来我忽然睇到咁样，主翻嚟接我嘅时候，我都唔使好似嗰啲太空人大闸蟹咁样，捉住喺度拍翼啊！我哋使唔使啊？主翻嚟接我哋。我哋要几耐先翻去七月啊？七月几多光年啊？太宝贵！如果你又比较咧，天使都唔够咁快，天使系零，即系快光速啦。因为我天使我管埋，我哋系帮主作王噶嘛。会唔会天使佢走你捉唔到佢啊？嗱，当然佢唔会咁啊。圣光嗰个系荣耀强壮。再讲其他方面啦，呢、這个身体几种描写我哋，帮我睇过唔多前书十五章啊，嗰成章书特别讲到我的身体，我复活佢翻嚟，我改变，因为系觉得好完全啦，身体都觉得好完美，超过未犯罪前嘅阿当啊，希伯来书第九章啊十一节，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没有代替宝贵。佢做嘅太过宝贵啊！啱先讲到咧，佢做嘅好似金管咁样，佢手似金管，镶嵌水苍玉。佢嚟到作了将来美事嘅大祭司，经过咗更大、更全美嘅帐幕。嗱，呢个就讲到天上嗰个真像嚟噶，个新约实啊。地上嗰个会幕、圣殿系咪好细啊？比上嚟，比新约实。主经去到嗰度嚟，经过更大更全嘅帐幕，不是人手都做的，因为系神都经营都建造啊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所以主用佢嘅血咧嚟买赎我哋，救赎我哋，只一次进入至圣所，以前嗰啲献祭献咗次有一次，但系全部都唔能够除到罪，因为嗰啲系牛羊。人犯罪點樣牛羊擔當我哋冇可能嘅事啊！不但咧嗰陣時因為主未到啦，即係一個十日教材，使人知道呢件事幾緊要，
都杀咁多羊牛，神都唔想㗎嘛。但係因为人人要了解嗰位救主会嚟，会为我咁流血啦。呢、這个需要一啲比较好劲嘅神系会教咗，成隻羊成牛咁汤到啲血咁流出嚟，所以俾我哋印象好深刻。即係救主嚟啦，就会流出个血。神好少人知道赎罪嘅事啊！对佢个儿子嚟，话我死呢件太紧要。你可以唔认识所有嘢，但如果你唔识主话嘅钉十二架，神嘅爱子话我死啦，带俾你嗰十架果实咁宝贵。你识几多嘢？你唔识呢件事，即神要人一定要明白呢件事。但因为你唔会得救。你唔会见到神嘅爱系咁厉害，咁震撼。神佢自己好珍贵佢呢份爱啦，佢想我哋珍贵。如果唔珍贵，真系懵懵地嘅啫。乃用自己嘅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永远赎罪嘅事。佢嚟为我死，解决我所有嘅罪，就真系解决咗。因为我点能够每日亲近佢咧？冇可能嘅事。如果我哋亲近唔到佢，冇救噶嘛人。就想主啊，你唔亲近佢，你都点定得顺啊？你点会有真嘅喜乐咧？从心底，如果你唔能够经历神嘅爱嘅话，我已经好感恩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。走了永将来未死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美的帐幕，不是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，并且不用，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。我得咗个系永义嚟噶，唔会失去的。我哋系有嘅永生，我哋唔会灭亡啊！嗱，虽然可能经过好多难处，就是、有失败，但系有咗呢位永远嘅大祭司，我中保啦。佢爱，佢能力，各方面，圣灵佢帮助我哋，负责晒我生心灵嘅事。我在十架。尝尽死味，担当你一生所有罪孽，使你永远比雪更白。万次裂开，我更永住你心，心愿你心永远活着，心享永生，与父与我最近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，深深经历认识我和阿爸。心享永生，畅饮爱乐河，以我和父为你最大喜乐。我在十架尝尽四味，担当你一生所有罪孽，前你永远被雪
难自裂开，我更永尊你心，甚愿你心永远活着，甚向永生如乎与我最近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，甚深经历认识我和阿爸，甚向永生畅饮爱乐河，而我和父为你最大喜。